妈呀，这黑灯瞎火的挺瘆人呀。不管了，先挣点吃的。来哟、哦、来吃我呀。哎呦喂，哎，谁在叫？我是幻觉来了，先垫吧口吧。啊刚才你灭我，现在我灭你。哎，你别过来。哪那么些废话，给我指挥去潮湿的地方。是的。二娘大叔，这虫怎么跟僵尸似的？这虫是被虫草真菌感染了。真菌不仅能把宿主的器官当养料，还能操控虫子去适合它们生长的地方，真是把虫子玩弄于股掌之间啊。